赵白迪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雅。丰收的季节已经过了，今天来看一下这边的水稻收完了没有啊？哎，那里，这边还没收呢。这是旱稻，还有点早了。哦。我们去下面的农田里面看一下。好，走吧。还有泡泡干。哇！哇，看这边。全部收完了，50。哇，那边干嘛？还在挖地呢。可能要准备种点蔬菜、油菜花之类的。哦，那就太好了。你看，不是收完了，地呢也不把它空着，还要利用种其他的东西。对，咱们中国这边就是这样的，地肯定是不能空着，种完水稻就马上要种其他的农作物。是这样的。对呀。你快看，中国这边是真的太厉害了，不管叫什么都是机械化，你看看。他一个人开一个车都一直在转，忙完了，太厉害了。哇，这稻田也是太漂亮了，谷子也收完了，好想吃今年的新米啊。啊，你想吃今年的新米吗？对，走，让我带你去打米。哦，好，那走吧。好，哎，小雅，嗯，这里就是打米的，这里应该就有今年的新米。好，我问一下这个阿姨她家有没有啊。好。娘娘，你那里有没有到？这边新米是这样子才发现。这样子的。好，慢点慢点，打米。好，可以，来，好，来，你看我的大米，大米产的。哦，这里是一个米产，来对地方了。好，就在里面，哎呀。啊，对，我也很久没有看大米了，又回去从前小的回忆了。中国这个大米的机器跟你们那个不一样了。啊，对，我很期待。走。哇，你看这橘子，好漂亮。哦，一串的，太美了。嗯。你这地方真的太丰盛了。啥都有，想吃啥有啥。走走走，走快点。风景太好了。啊、哇，这么大的打米机啊！对，是不是跟你小时候看的不一样？真的不一样，这应该是新款。对，老板说这里就是今年的新米。我等一下就给你打过来。新谷子。哇，好香。就买这个啊。好。老板把机器打开了。对。哦，机器太好了吧？不要乱摸啊，只能看。哦，好。我这个是从这里放是吧？对。哦，然后从这里，然后掉再来。在这里梳理。是的。哦。这套系统还是被你玩清楚了啊！一看就明白。对，这个高科技太厉害了。对。多买点，我说我这个新品。好。
中国的打米机速度也是太快了，没有几分钟就打出来了好几百斤米。记得在老挝去打米要等得很久，中国的机器太棒了。我们那边是拿来喂猪、喂鸡、喂鸭的。我们也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个打得好细啊，像粉一样的。我们那边是很粗的。哦，这个机器好。太好了！给大家看一下，米打出来了，怎么样的？我们的新米已经打好了，刚刚老板已经我们拉到马路边上去了。对，就想这个打米机特别贵。哦，这个应该很贵吧？很贵啊，怎么也要七八万，这么好的十来万都有可能的。七八万？对呀、啊，老费要两三亿左右。哎呦，看嘛，打得这么干净是吧？不像以前咱们那种传统的小的打米机，打出来之后自己带回家了，还要把那个谷子筛选一下，把那个米筛一下。啊，这个、都不用筛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差不多，回家的话还要这样。都是筛一下，啊、对，是差不多。今天让你大开眼界了吧？对，不仅吃了新米，还看到了这么好的机器。是的，非常不错。来，美女，这是我们当地的外新品种，现在出的新品种，那你去尝一尝，很好吃的。哇哇，老板娘太热情了。哦，谢谢哈，不客气了，不用谢。那我回去，我家就去喂猪哈，好吃的。对对，好好，谢谢。好，不用谢哈。等，我去煮饭了。今天就先买这么多，好，回去品尝一下，一大袋。好。哇，还是有点重啊。五十斤，走了哈，老板。走好呀，哦。男人哈有来哈。好，要得。棒啊！哇，五十斤够我们吃几个月啊，小雅？嗯。一会儿给妈他们拿来到乡下去。哎，对。